当地时间12月4日，发生在阿富汗东部的一次袭击中，日本非政府组织白沙瓦会负责人、著名医生中村哲遇袭身亡。白沙瓦会透露，中村哲当日早上从宿舍出发，在前往约20公里外灌溉作业现场的途中遇袭，右胸被一发子弹击中，在贾拉拉巴德的医院接受了手术。当地政府发言人称，手术后中村哲被送往首都喀布尔北部的美军巴格拉姆空军基地，并在途中死亡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听闻中村哲遇难的消息后，对其表达了惋惜和敬意。中村先生は医師として医療分野において、また灌溉事情等においてですね、アフガンで大変な貢献をしてこられました。なかなか危険で厳しい地域にあってですね、本当に命がけでさまざまな業績を挙げられ、アフガンの人々からもですね、大変な感謝を受けていたというふうに我々も知っておりますが、しかし今回このような形でですね、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ことは本当にショックですし、心からご冥福をお祈り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目前仍未有人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。据白沙瓦会透露，枪击现场除中村哲以外没有日本人。中村哲现年73岁，多年从事救援工作，在日本广为人知。1984年，中村哲前往阿富汗治疗难民中的麻风病病患，自此之后一直在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工作，并创办白沙瓦会。2003年，中村哲荣获素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律宾麦格塞塞奖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